王了。小爷想瑞瑞，进个。是啊，思涵，我一个人带瑞瑞带的手忙脚乱的，家里没有你真不行。咱们爸可笨了，没有所以吃的鸡蛋羹都不会做。真的吗？小姨看看啊，真给我们瑞瑞饿瘦了，那小姨就只能勉为其难的回家了。终于和好了，小孩不易呀。那个你们两个看看这个甜品你要怎么分，我帮你们切。那肯定是我一个人的啦，我是小孩，我应该多分一点。就不，这是干爸给小姨一个人做的，以后再给你。你说最最最喜欢漫漫长夜，我的爱爱爱爱意从不胆怯，有你陪伴的每一个季节，风都更温柔一些。咱们来拍个照吧。来啊，这边，一二三。